当年台湾呢，从过年前开始买嘢多，当多民众爱食年菜，天朝就爱讲多南庄嘅咸菜。不过现在年前做饭影响到台菜嘅成长，过咗过年前冇办法强健，一直到年糕台，台菜将开始生，就为同年一百期间开始买嘢多。不过在现在也着台菜强健有限条，今年南庄嘅咸菜总产量和往年的三股是怎么一股听听？农会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包装，要同卤好的客家咸菜包到真空包。南庄的咸菜面丝当干，香米当料，皮用一道卤煮过，甚过经验数到甜食样香。咸菜都应该带张正式又好卖。海了年过天呢，啊，就出总共出到有29,400人斤啦，吼。啊，老去年呢57,300人斤来合比呢。做木桥人呢，啊，当时35遍的啦吼，啊，所以讲今年的量，我都落到5,888，诶，木桥人呢，啊，1/4人多啦吼。南庄农会表示，今年农会数万乡都所有客家的芥菜以后，每张友好生产无到6,000包2斤重的南庄咸菜，现在产量无到，今年南庄咸菜将由南庄农会友好卖。过去头份中南其他庙里里头啊，草桥里头呢，全部有人啊天卖吼。啊，了摆安尼情况量唔拉呢，啊，除非按南庄只生产，南庄限量的限定的南庄卖啦吼。啊，限定农产品，像大家有需要，就都按南庄产出重新来购买。南庄乡农会表示，一下南庄的咸菜存无到3,000包，按算抢命廉价会带来游客购买。南庄的咸菜坚持古做米，虽然产量有少，是不过品质绝对无影响。下个新闻总是咪，苗栗报道。